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在当代中法两个伟大国家相遇、携手、交往、合作的难忘岁月里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，特别是 CGTN，一直扮演着穿针引线、播撒友谊、推动交流、记录时代的重要角色。去年10月，中宣部副部长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盛海雄同志到访法国。正式发布总台与法方合作的多个影视合拍项目，受到法国社会广泛关注。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，我们欣喜地收获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累累硕果，也满怀信心展望两国关系充满希望的未来。我期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中法建交60周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为契机，进一步加强同法国媒体在联合直播等方面的合作，制作并推出更多两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优质节目，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，中华文明的弘扬者，中法友谊的传播者，为续写中法关系精彩华章做出积极贡献。谢谢大家。